获得男子双打冠军的是来自中国的樊振东、林高远。Ladies and gentlemen, winners of the men's doubles, 樊振东、林高远 from China.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副主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柳毅女士为获得冠军的运动员颁发奖牌。再次感谢柳毅女士。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友邦保险集团区域首席执行官蔡强先生为获得冠军的运动员颁发支票和鲜花。感谢蔡强先生。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有请柳毅女士为获得冠军的运动员颁发奖杯。Now let's welcome Miss Liu Yi to present trophy to the winners. 此刻，我们的荣耀时刻，我们邀请您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男双冠军樊振东、林高远。此刻，让我们邀请所有的颁奖嘉宾与运动员合影留念。Now please gather for a group photo. 我们也要再次的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感谢诸位，也要感谢我们的获奖运动员。接下来是我们的采访时间，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与亚军获得者一同在场下